呀，从1966年的初代奥特曼开播，一直到2021年的特利迦奥特曼，奥特曼系列作品已经经历了55个年头了。同时，它也陪伴了几代人的成长。在奥特曼系列迎来55周年的时候，我们国内也是推出了第一本奥特曼超轻写真集《奥特曼系列视觉志55周年纪念版》。在这本书里面，我们可以看到55年以来缤纷登场的奥特战士。这本书呢，一共是121页，每一章都十分的震撼，非常值得大家的收藏。那么现在我们就一起来享受一下这本书吧。